走，今天我去吃泡汤肉。走了。今天没有。今天没有养猪啊，所以哪家有猪肉我们就去哪家吃。刚好今天舅舅家杀过年猪，全家出动，我们就全家出动。鸡搞喂猪哦。你帮我吧。娘娘坐前头，我们就坐这边吧。走啊，我们到了，刚好碰到表哥他们也到了，姨妈他们。对，是吧？开房了。咱们也能到个，好过敏呢你。那么漂亮了，没好过啊。我在外打工20-30年，有点像打工刚回家的那个样子。放假了，你逃课吧，你是放假的话我们哎呀我们来来难得放假。哎，你老妈一直给钱，你打死我了，没人先不来的，就拿几百斤杆子来算了。大包小包就当你回来了。又有一档来个，快喊我喊大娘，大娘，哎大心点，大娘，你细心点，我能听到。啊，真的。啊。明明。哎呀，起饭来个。到了。来，大娘。哎呀，放这里吧，那就。你个大，喝点汤嘛，正常一点喝吧。喂，饭了没有，妹？没吃。那，吃饭，快，跟奶奶吃饭。快吃饭。跟奶奶吃饭。这是猪苦胆啊，来。这吃的好，香一点哦。解毒，解毒力量。苦胆粥。这个相当的苦啊。奶奶，先进去呗。啊，苦胆。真的。我不敢喝，这个太苦了。竟然那么健康。不要干活没？你们干活没有？那不敢喝。健康的。咁贵唔呢？啊？咁。走了啊！那你过来，我那你有个卤菜不得？我想摆的这个皮子，我把它取不得。我们吃了还要兜。太卷了。好，这位兜钱没卷得不？哎，这位这个。你们搞个。